老大，敢不敢和我比比谁的运气更好？啊，小怪头，你这小倒霉蛋还想和我比运气？说吧，你想怎么比？我们用相同的植物，哪边存活的多的获胜，得一分，五局三胜制。啊，好啊，你想选哪一边？我选左边的位置。那我就是右边了。现在开始。Lady, go! 第一组粘液菇。Round one.老大，好像是我的运气更好一点哦。哼，小怪头，这才是第一局呢。第二组魔法莲蓬。 Round two. 这两边的直接就同归于尽了哟。那这一把就算平局吧。第三组竹笋炮。 Round five.看见没有，小鬼头，这就是我的运气。老大，我们现在才1-1呢，赶快继续，赶快继续。第四组火龙果炮。 Round 4。 老大，这一组又是我赢了哦。我还有追平的机会。那我们就来最后一组吧。第五组山竹花。 Round 3。老大，这最后一把也是我赢了呀，最后是3-1了哟。小鬼头，看来你这一次的运气还蛮好的嘛，我们以后再来，我就不信一直都是这样。那好，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哟，大家拜拜了。